兰花夏天能换盆吗？兰花夏天不能换盆，兰花换盆是要看季节的，春秋两季最佳，其余夏冬两季对于换盆以后的兰花生长尤其不利，所以通常都是不会进行换盆的。因为夏季的温度是一年当中最高的，如果要是换盆的过程中伤害到了兰花的根系，恢复起来也是比较慢的，所以会影响它的生长，并且还会很容易的感染细菌，因为这个时候的细菌繁殖速度非常快，一旦伤根就非常有可能被感染，所以换盆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避开夏季。但是当养护兰花的时候，发现靠近根部的土壤有发黑腐烂的迹象，一定要及时的清理。